兵哥，你是有华为是吧？对啊，哦，你有了，哦，啊對啊、你买到的、哦？不是啦，这个粉这个粉丝送的，哇，你开机了，可是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啊，因为我刚刚在脸书上头看到他用华为拍照，你把那个 SIM 卡插进去就可以打电话，哦、对啊。它是双卡槽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还是单卡的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还没有。大陆粉丝用来做什么？大陆，我现在就拿来拍照啊，然后也可以上网啊，都可以啊。哦，对啊。你插卡了吗？你还没插？我还没插。你还没插？你看起来是裸机耶，你都没有保护它一下。对啊，他有送一个保护壳，但我没装上去。哦，等一下华为。目前的感受如何？我觉得它拍照功能很强。嗯，前镜头也 OK。前镜头也 OK， 因为 我昨天晚上我就是我老婆开车嘛，然后我就坐在车上，我就突然看到哎，中秋节月亮好大，我这样拍一下，结果呢，结果一拍下来之后，嗯，我以前用我这个 iPhone 12，我那个拍我只要拍月亮都是糊的，永远都是糊的，因为你在行进中啊，没有，我就算站定拍也是糊的，哦真的、啊，你知道吗、嗯？然后结果呢，我昨天这样一拍之后就变这样。我看一下，嗯、我们可以特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对啊，很清楚啊。来，让我们摄影机看一下好吗？对啊，哦、很清楚哎、欸，你还看到云哎、欸，我还看得到那个上面那个坑坑巴巴都看得见，对，月球的阴影也看得到。而且其实我如果是站定会拍得更清楚，因为那时候我车子在动。所以你这个是车子在动的情况下拍的，而且我是隔着前挡玻璃拍的、啊。哎，你如果下车的话，不是这样，是蛮厉害的，你就可以拍到嫦娥了。拍到嫦娥正在偷吃月饼，我刚在伐树。哦，酷哦！所以我觉得它的照相机功能是蛮不错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有用到什么？你有打卫星电话吗？还没？没有，卫星电话要有中国大陆的那个卫、那個、星的那个门号才对，要那个门号。它有三颗卫星、哦，要门号、嗯，那是在电话。门号之外，另外办一个卫星门号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应该是专属的卫星。他那个月租费，我看他们的用法是这样：月租费一个月10块钱人民币。嗯，对、哦。但是问题是你打电话就是每一通他要计费，然后他有不同的，就是你如果是在大陆国内的，跟你跟海外通话的，或是你是卫星电话对卫星电话的费率都不一样。嗯，好像卫星电话对卫星电话其实好像是比较，好像一分钟要20-30块人民币。嗯，对，比较贵。不过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卫星电话你不会常用嘛，你都是在那种比较紧急的时候收不到讯号的时候才会用。对啊，很合理啊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嗯，台湾觉得有一个保险在手上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用卫星电话费率大概也都这样。可是台湾，我就想问，因为我那天看到他们在网络上试验的时候是说他在市区里头打，声音还蛮清楚的。但是台湾的市区又更卫星电话是另外买一支卫星更挤一点。